大家都知道北投是知名的温泉区，可是有座特别的图书馆在林木生态环境丰富的北投公园里，又在温泉博物馆的隔壁，您知道吗？饶河街夜市全长600公尺，但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生活百货、流行服饰、通讯器材应有尽有，传统小吃和具有台湾特色的手工艺品更是饶河街夜市最大的特色。这里有台湾小吃、异国美食，整座夜市香气逼人，有名的河仔面线、药炖排骨、胡椒饼得排队才吃得到。不管是买个零食边逛边吃，或是到喜欢的小店里好好享受一番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服务内容适合自由参观，随心所欲回到台湾的不同时空，聆听人们的心声。使用个人语音导览，可依照参观时间、速度及兴趣随心所欲规划行程。您可以选择聆听您所热爱的主题，也可以详细且深入的了解常设展内容。除了精辟丰富的解说、语音导览，也运用剧场式声音演出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，搭配拟真音效、时代感配乐及场馆老照片的声音，带您亲临时代场景，体验身临其境的效果。学好声韵辨四声，阴阳赏去要分明，部位方法需找准，开齐合搓熟口型。